这么多水球，好解压呀！吼吼，打我呀！快快快快快！你太贱了！陪小星星要做的一百件事，水球大战。我们先去给水球灌水，这是我们在网上买的，这边灌水，然后水就可以直接到气球里面去。正在冲水，肉眼可见的在放大。哎，不要停，对，它自己会掉下来。满满一盆，你看这个。对。你们干嘛对我喷水啊？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为什么我的水喷不出来？你小子发动战争是吧？哈，我多拿几个。我拿两个。哇，这好好玩啊，晶莹剔透，就像一滴水。啾，砰！耶！啊！你太过分了，我。你不要惹我。哎呀，你们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双弹齐发，吼，好，炸弹没急，哎，没炸，那个没炸，这不能浪费呀、啊，准备，啊、哇，哎呀，没炸，技术不到家呀，吼，没有炸，没有炸，接我一招，砰，炸，啊、太过分了，衣服都弄湿了。哎，我抢到一个，哈！别，我投降还不行吗？啊！我又捡到一个，吼！没了，再来一锅。哇，这个不错呀、啊，好完整哦。哎，来了。第二锅，地滚球。哎，没破。哎，地滚球。哈！哎，太过分了啊！别这样。好歹我们是一家人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哈，哎，这个游戏好解压呀。不行，我呀。哎，哈，哎，哈哈，还有几个，哈，哈，砰！哎呦，老六行为。谁是老六？你老六。瞎说。哎呦，没有了吧？再来三个。一个来吧，又来一锅。嘿嘿嘿。滚球，哇，没炸，快捡起来！地滚球，哎呀，吼，哎呀，啾，砰，吼，地滚球，哎呀，地滚球，吼，你爸爸玩没了，快去拿呀！没呀，砰，还有几个留给你。被你爸爸玩完了，你看这个。砰，再给你表演一个。呀、哦！又来一锅，拿这锅给你玩。吼！吼！吼！哎，你要干嘛？吼！耶！你扔过来让我用。嘿！再来。哎呦，捡个漏，看我的地滚球。我要打。啊！喂，这样怎么不行？最后一个了，别打头，啊，收工吧。还有啊，这一锅完了我们就不玩了啊。你这是汗还是打湿？一半是汗水，一半是自来水。打我呀！快！丢他身上，你太贱了。别！报答。别这样！天哪，这湿得很彻底啊，马上要换衣服了，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点赞。